嗨，我是友兴。今天呢要介绍铸铁锅哈，铸铁锅就是这个铸铁锅，英文叫 cast iron， cast iron。那我这个呢是从淘宝买的啊，买这个的时候他就送一个小的，这个小的，然后这个小的呢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，OK。它的那个热度会比较均匀 ，OK， 所以煮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好吃 ，OK， 不会说啊、一边会熟，一边另外一边不会熟，不会的，它热的时候是整个锅都是热，连它的饭都是热的，都是一样的热度 ，OK， 这个就是它的好处呢。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比较难收拾，比较难养锅哈。所以你用好呢，最好是用清水洗一下，然后把它烘干，烘干后就涂上那个植物油哈，植物油就是 olive oil 这样子的东西 ，olive oil。所以它看起来会这样油油的，因为我都是有涂油哈，涂上一层油。煮好呢最好是马上要清洗哈，不然的话它隔夜的话它会生锈。然后养锅呢你们上 YouTube 去找how to maintain 还是 how to seasoning your cast iron， 所以里面有很多教学哈。好了，OK， 拜拜。Cause I'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.